我哋都了解好多嘅住户都向房署反映咗之後，但係遲遲咧未有個及時嘅跟進，係造成相當大嘅困擾。我哋陸續收到咧唔少街坊嘅求助，包括咧黃大仙上下村嘅求助個案，因為佢哋都入住咗二三年之後咧，都面對啲滲水嘅問題。事實我哋睇翻嗰個嘅數字，全港有9200座嘅樓宇係超過50年嘅樓齡。按照我哋所掌握嘅資料裏面咧，房委同埋房業管理下面嘅屋邨裏面，超過50年樓齡嘅咧，都有17個屋邨。咁我哋都希望特區政府裏面，譬如面對而家建造業嗰個開工不足嘅話咧，咪加強樓宇維修嘅工作。譬如30年以上嘅樓齡嘅公屋邨裏面咧，進行一個全面嘅檢視，如果有漏水嘅話咧，係及時咧做一個防水嘅工程。这个、呢一個是一舉兩得的方案的。我們都留意到黃頭海村由2003年入住到現在21年換了6間的外聘公司，那些質素不夠的話，居民投訴越多，換的次數越多，換的次數越多可能又影響到服務的質素，而造成一個惡性循環。